们通过增加训考的难度和强度，将训练内容向实战靠拢，按照缺什么就练什么的原则，综合锤炼指挥员的战场指挥水平，充分检验战斗员对武器装备的精准操作和实战运用能力，全面检验火力分队在复杂条件下的精准打击能力，为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打下夯实基础。